草屯镇相当国小镇的中正路，因为多年唔啊整修，路况唔是介好，而且落雨容易积水，影响到当地交通安全。经过乡亲向管理员唐小芬来反映，关注人民镇特别前往会勘，对道路损害严重，尤其是国校啊学堂重要的出入道路，决定来施工改善，让当地有一条更加好行的路。草屯镇相当古少，头前的这条中正路，其实到现在超过二十年，这路唔捌重新阁整修过，路况相当的无好。经过着地方乡亲的定情反映，县长林明进、地管理员唐小芬等人的陪同之下，前往现场来进行着勘查，听取着地方的意见。拢破损了吼，边坡难行了吼，所以。即嘛是咱相当国小这边吼，囡仔出入袂即要多吼，啊嘛咱学生吼、老师吼，必须要行即个道路吼，啊所以连做失修了吼。通往哈16/17/0的一个道路，那因为长久来都是年久失修，道路哦也都龟裂不堪哈。那附近的居民哈也常要运输一些哈农作物、农特产品，那影响他们的交通不便以及道路的一个安全哈。那县长非常的用心哈，那听到这个消息也马上来做一个裁示。你们尽管对这样了解进行了后，为了避免影响学生上下课的安全，家长接送嘛无方便。希望讲，让当地有一条挂平整的道路，决定重新来铺设路面，需要经费大约是90万。家长要接送哦，那个小朋友哦，这个路面呢、也要一定要路平，要安全哦。所以今天来会勘呐、这开始有必要来做啊，已经路面也很严重了哦。我们县政府大概要动用将近900万的经费啊，来把它抛除，重新的、铺设新的路面哦。让这些小朋友上课啊，有一个安全的道路啊，让他们来通行。你们尽管重重视基层建设，只是着公务处会当赶紧发包时间，改善着地方的交通路况。记者林明星，长报道。